还请诸位安息，战友们。阁下奋战的身影，实在令人赞叹。竟然有此等强者埋没世间，在下仿佛正目睹龙腾玉飞之英姿。一同奋战之同袍，彼此含笑道别之后，战死于沙场，为守护天下万民，在下到底该何去何从？龙一般强大的阁下，您为在下指明了道路，在下赵云愿凭一柄铁枪闯荡乱世，面前总有百万大军挡我去路，愿如麒麟一般开辟一片崭新的太平之势。战死之同袍，没想到竟有如此强敌，前路恐怕将愈加凶险，务必提高警惕。曾见过您呐，敢问您从何处而来？也罢，如今这乱世又有何区别？但兵器之优劣关乎生死，区别可大了。哎呀，失敬，我名叫朱夏，乃是一介流浪的铁匠，此行意在磨练技艺，他日能跻身名将之列。请看看我的作品，必定不会令您失望。苍生，不惜舍弃此身。
匪的官吏居所，如今已成为黄巾军的根据地，简直就是朝政之所有。下也隐约感受到了吧？元凶就在附近，还请切勿大意。大胆奸细，可知此地乃是刑场？尔等就跟天柱派的女子一同乖乖成为耳石吧。跟上在下，逃到安全之处。太平之事又近了一步，多亏你帮忙。哦，谢谢。幸好无事，只不过还是向这位医师道谢。我的名字叫做红巾，正在暗中侦查黄金这块玉石。军务在身，先行告辞，还请阁下随后前往广宗前线，若朝廷军得到阁下相助，必将士气大振。
能不能也带上我？不住手，一德！不可冲动，一德。刚才多亏有这位侠士相救。啊？原来是误会，多有冒犯，差点误伤好汉。哎，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来一较高下吧，看看谁讨伐的黄金更多。河岸燕人张飞。一起大闹一场吧！